份开学我就要去北邮上学了，现在该准备些啥？真不愧是处女座，这么早就开始规划了。那是，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可以从学习心理生活文件、技能、人际关系、校园体检和疫苗接种、行李打包、交通安排这些方面准备一下。这儿有一份清单，你好好看看吧。哥，你动作也太快了，预判了我要来问你啊。我哪有那本事，我用大模型生成的，现在我干啥都得先问下大模型，你有机会多用用，真是太强大了。是啊，这大模型也太强了，哥你有时间多教教我哈。大模型呢，就是大型语言模型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LLM。 那到底什么是大模型呢？我们还是让 AI 自己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的，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型语言模型，这个听起来有点高深，但其实并不难理解的概念。我们平时使用的搜索引擎、智能助手、聊天机器人等，能听懂我们说话，回答我们的问题，这背后都有语言模型的功劳。而大型语言模型，简单来说就是在海量数据上训练出的一个超级厉害的语言模型系统。这个系统学习了大量的文字材料，能够理解词语之间的关联、句子的结构和意思。就像我们上学时背诵课文，随着学习材料的增加，我们理解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大型语言模型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它们可以学习成千上万倍于普通人的内容量。通过这样的大规模学习，它们不仅能准确地理解我们表达的意思，还能根据上下文进行推理、总结、创作，给出符合人类思维习惯的回应。打个比方，这就像我们跟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聊天，他见多识广，能听懂我们的问题，还能提供有见地的看法。但大型语言模型可不是普通的博学多才，他们简直就是集古今中外亿万册书的知识于一身的超级学霸。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获取信息，解决问题，拓展思路。当然，再厉害的模型也有它的局限，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理解语言，而是从海量数据中总结出应对的模式。在一些需要常识、同理心、价值判断的场合，他们还难以应对。不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模型必将在更多领域大显身手。这也意味着，在你们的大学生涯乃至未来，掌握并应用这一技术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能力。相信通过这个简单的介绍，你们对大型语言模型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作为新一代大学生，希望你们能在专业学习之余，多了解前沿科技，为迎接智能时代做好准备。大学不仅是求知的殿堂，更是梦想起飞的地方。愿你们在这片求知的海洋中尽情遨游，成为引领未来的弄潮儿。目前主流的开放大模型服务，国外的有 OpenAI 的 ChatGPT、Anthropic 的 Claude 等等，国内的有月之暗面的 Kimi、 阿里的通义、百度的文心一言、讯飞星火、抖音的豆包、腾讯元宝、天宫、智谱青言等等，大家可以亲自感受一下。那么大模型到底有多强大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首先，我们还是从最基本的对话开始。我们先让大模型帮我们写一首和北邮相关的诗。我给出的提示是这样的，写一首仿照李白风格，体现北邮学子风采的诗。所谓提示呢，就是你给到大模型的输入，就像是给它的指令，告诉它你想要它做什么，或者回答什么问题，大模型会顺着你的意图续写文字。那么当我把上面的提示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就返回了下面的答案。即使你给出的提示是一样的，每次大模型给出的答案也会是不同的。我这次运行得到了一首叫做《鸿鹄志》的诗，让 AI 给咱们朗诵一下吧。鸿鹄志，蓟门秋色满燕园，学府巍巍映碧天。代码为剑齿苍穹，散法如歌破万难。挑灯夜战星辰转，键盘飞舞指尖弦。青春热血愁壮志，不负韶华不负天。下面还给出了整首诗的解析，还是相当精彩的，对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提高难度，让大模型帮我们写一首藏头诗。我的提示是这样的，你擅长写藏头诗，诗句共四小句，诗题的每个字必须依次作为四句诗的开头，诗句要押韵，
诗题为我爱北邮，内容中要体现北邮的校训厚德博学敬业乐群。想要玩转大模型，写出优秀的题式非常重要，这就好比要跟一位博学多才的助手沟通，清晰明确的指示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题式优化的过程我们也叫做题式工程，在这儿我们就用到了题式工程里的一个小技巧，叫做设定角色，明确身份。为了让大模型更好地理解你的意图，可以为大模型指定一个角色，比如你是一位历史学家，你擅长什么什么什么。就像这个例子里，我指明了你擅长写藏头诗，这样有助于大模型提高输出的质量。另外，我们对藏头诗的格式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避免可能造成的误解。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首我爱北邮的诗，继续有请 AI 为我们朗诵。我爱北邮，我心向往处，学府育四方，爱子育人地，厚德在文章。北邮诗者道，敬业心火扬，邮通五洲梦，乐群共远航。接下来我们再用唐伯虎点秋香里对对联的例子试一下。我给出的提示是，你擅长对对联，内容对仗工整，雅俗共赏。我的上联是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大模型对出的下联是这样的，深深学子，朝朝暮暮，孜孜求求索索。很不错对吧？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奇怪，大模型给出的答案为什么正好是和学生相关的？这就是大模型的一个特性，叫做多轮对话。也就是说，这一轮你跟大模型的对话会参考之前你和大模型的对话记录，所以之前我们让大模型写了关于北邮学子的诗，在这儿参考了上文的内容，所以他给出了和学生相关的下联。接下来我们用大模型给同学们生成几条赠言。我的提示是这样写的，你擅长写简短有力、隽永而又富有诗意的金句，帮我创作激励大一新生积极向上的富有哲理的金句，就像下面的句子一样，青春正好，未来可期，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这儿我们使用了前面提到的提示工程里的指定角色的技巧，指明了大模型应该擅长写金句。在最后我们用到了提示工程的另外一个技巧，叫做少样本提示。少样本提示指的是在提示里面提供少量的样例，让大模型理解意图并生成符合预期的结果。这里的青春正好、未来可期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就是我给出的样例。相对应的，零样本提示指的是在提示中不提供任何样例，仅描述任务的内容，并期望模型根据对意图的理解生成合理的输出，就像前面我们所做的那样。零样本提示更依赖于模型本身的知识和理解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给出了非常不错的答案，心中有光，步履生花，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不止步行，眼里有星河，笑里带月光，不负韶华，未来可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静待花开，静候佳音，初心如磐，砥砺前行。多好啊，正好能表达我现在对大家的殷切期待和美好的祝愿。当然，大模型除了写诗、对对联、写金句，还能帮我们写文章。比如，我们想写一篇故宫游记，可以用这样的提示：你擅长写游记，生动描绘景点，分享个人体验。现在，请写一篇简洁有趣的故宫游记。大模型就会生成一篇看起来很不错的文章，甚至还贴心地帮我生成了一张故宫的配图，效果棒棒的。以后大家学习和科研会接触到很多外文科研文献，如何高效地对文献进行调研和梳理，对于初学者其实是个挺头疼的事儿。有了大模型可以轻松提炼文献要点，效率直接拉满。你只需要让大模型帮你总结要点，或者更具体些，提炼文献的动机、创新点、所用的方法等等，用不了几秒钟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满意的答案。大模型的文献总结和要点提取功能给我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在我的公众号爱可可爱生活上，每天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精选的最新 AI 论文，
最早的时候，推荐内容只有摘要的中文翻译。去年用上了大模型，推荐内容扩充到了动机、方法、优势和一句话总结。现在推荐内容已经扩充到了关键要点、主旨、创新、步骤、贡献、提升、不足、心得以及一句话总结，内容大大丰富，让大家更方便地把握论文的全貌。虽然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进行校对和完善，但总体上效果大大提升，让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广泛的涉猎和筛选更多的优秀论文上。另外，大模型在编程领域也正在掀起一场革命。这些 AI 系统通过学习海量的代码和编程相关文本，已经能够理解并生成各种编程语言的代码。它们就像是超级智能的编程助手，可以帮助程序员快速编写代码、解决 bug、 解释复杂概念，甚至生成完整的程序。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程序员，但大模型正在显著提高编程效率，降低编程门槛，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软件开发中来。看过基本的对话应用，我们再来看一下让大模型变得更聪明的技术 RAG， 全称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中文叫检索增强生成。 RAG 是怎么让大语言模型变聪明的呢？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我们知道传统的大语言模型就像一个博学多才的书呆子或者是鹦鹉，它们从海量的文本中学到了丰富的语言知识，但问题是这些知识都是死记硬背的，属于模型自身的参数。当我们问到它在见过的文本里不存在的内容时，大模型就有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甚至是编造出一个错误答案。更麻烦的是它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比如我们问大模型这样一个问题，请介绍北京邮电大学李红老师在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大模型可能会这样回答你，但实际上北邮根本就没这么一个搞量子计算的李红老师，你要是直接把这个答案写到你的文章里可就要闹笑话了。所以 RAG 就像是给了模型一个外挂，让它除了依靠自己的知识，还能实时去查阅外部的资料。具体来说，当模型收到一个问题，它会先去一个大型的文档库搜索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然后根据找到的资料来生成回答。这样即使问题涉及的知识不在模型本身的参数里，它也能从外部资料中获取信息，给出准确完整的回答。所以说 RAG 就像给了大模型一双慧眼，让它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知识世界。这项技术克服了传统大模型的知识盲区，让模型能利用外部知识生成更准确、更丰富、更可靠的答案。用 RAG 再次回答刚才的问题，你会得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靠谱多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基于 RAG 的服务，有基于搜索引擎的，有基于微信文章的，还有基于你上传的文档的。这些服务基于在知识库中找到的证据，能为你提出的问题提供更好的答案。 RAG 是目前非常热门的大模型增强技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大模型在 Agent 领域的应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Agent。Agent 就是智能体，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聪明的小助手或者是智能机器人，它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就像我们人一样，能够感知周围的世界，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让我们通过图中的例子来形象地理解 Agent 的工作方式。想象你站在金门大桥旁，抬头看着天空，问你的智能助手，看天色，你觉得明天会下雨吗？如果会，记得把雨伞给我哦。你的智能助手，也就是我们说的 agent， 这时候就开始工作了。首先他会用眼睛观察天空的情况，用耳朵听听周围人们的议论，甚至用手指点点手机查阅最新的天气预报。这就是 agent 的感知能力，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接下来 agent 的大脑开始运转，他会回忆过去的经验，比如上次天空是这个颜色时，第二天确实下雨了。同时它还会调用存储的知识，比如不同云层形状代表的天气含义。 Agent 会将这些信息与当前获取的天气预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推理。经过一番思考， Agent 做出了判断，明天很可能会下雨，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他会用友好的语言告诉你，根据当前的天气状况和最新的气象报告，明天很可能会下雨，我已经准备好雨伞了给你。同时如果 Agent 连接了智能家居系统，它甚至可能会控制机械臂真的把雨伞递到你手里。 Agent 就像一个贴心的朋友，不断观察、学习、思考，然后用最恰当的方式来帮助你。
Agent 的这种能力让它可以处理复杂的任务，从简单的天气预告到复杂的问题解决都能应付自如。大模型对 Agent 的意义是革命性的，它极大地提升了 Agent 的能力和应用范围，赋予了 Agent 前所未有的聪明大脑。首先，大模型赋予了 Agent 强大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其次，它为 Agent 提供了广博的知识基础，增强了 Agent 的理解和决策能力，也提高了 Agent 的适应力和学习能力。如果我们把单个 Agent 比作一个能干的助手，那么多 Agent 系统就像是一个协作无间的团队。大模型赋予了每个 Agent 更强的理解和推理能力，也增强了 Agent 之间的协作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 AI 小镇，它展示了多 Agent 系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作用。这个项目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小镇，里面居住着 AI 驱动的虚拟居民，每个居民都有自己的性格、工作和生活方式。整个 AI 小镇就像是一个微型的虚拟社会，这里的每个 AI 居民都是一个独立的 Agent， 他们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社交活动，甚至会产生情感和记忆。这些虚拟居民之间会互动、交流，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大模型为每个 AI 居民提供了自然语言交互能力，这让虚拟居民之间的对话变得生动自然，就像是真实的人类对话一样。他们可以讨论天气、交换八卦，甚至讨论复杂的话题。大模型还为 AI 居民注入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常识，这使得虚拟居民能够理解复杂的社会规范、文化背景，做出符合逻辑的决策和行为。比如他们知道工作日要去上班，周末可以休息娱乐。大模型还增强了 AI 居民的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当面对新情况或复杂问题时，虚拟居民能够像真人一样思考、分析并做出合理的反应。大模型还帮助塑造了每个 AI 居民独特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它能够根据预设的性格特征生成符合角色设定的对话和行为，使得每个虚拟居民都有自己的个性魅力。另一个例子是 ChatDEV。 ChatDEV 是一个创新的软件开发框架，它巧妙地利用了大模型的能力来模拟软件开发过程，就像一个虚拟的开发团队由多个 agent 组成，每个 agent 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设计师、程序员、测试员等等。这些 agent 通过聊天的方式相互交流，共同完成从需求分析到代码实现的整个软件开发流程。最后，我们来看大模型跟机器人的结合。大模型在机器人领域正在带来令人兴奋的突破，这些先进的 AI 系统为机器人提供了更强大的大脑，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环境，执行多样化的任务，并与人类进行更自然的交互。通过大模型，机器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新情况，学习新技能，甚至理解和执行口头指令。这意味着未来的机器人可能不仅仅是固定程序的执行者，而是能够像人类助手一样灵活应变，解决问题。虽然还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但大模型正在推动机器人向着更智能、更有用的方向快速发展。到这里，我们的探索之旅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大模型就像是一位无所不知的魔法师，它正在改变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式。但请记住，真正的魔法来自于你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AI 只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而你们才是未来的缔造者。希望这次奇妙的旅程能激发你们的好奇心，去探索 AI 的无限可能。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想法也许就在你们的脑海中孕育，让我们一起期待 AI 带来的精彩未来吧。咱们下集再见。猴哥，你知道啥是 AI 吗？最近连咱师傅都成天捧着个手机，张口闭口 AI 的，经都不念了。呆子，让你平时多念点书吧，都啥年代了还不知道 AI。 别嘚瑟了猴哥，你懂你倒是说说。 AI 就是人工智能啊，就像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识破妖怪的真身。 AI 能看图片，听懂人话，还能写诗作画了。啊，那岂不是比你还厉害？呆子， AI 再厉害也是人造的，哪能跟俺老孙相比？不过他确实无处不在，
比如你那个能推荐食谱的智能秤。啊，那个秤也是 AI， 我以为里面藏了个小妖怪呢。哈哈哈，你呀、啊、AI 已经在我们身边了，连你这个袋子都天天在用呢。对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看来 AI 真的是无处不在呀。哈哈。